都 OK， 然后马力上跟调教的方面都一直都没有问题。对对对对，只是路面后面有颠簸，稍微快将近要400那时候会有颠簸，会比较危险。对对对，可是还是克服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趟在跑的时候，你觉得会有感觉吗？那感觉就是马力有比较大一点点。对对，可是还是没办法破两个纪录。哦，你们让我们再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再来破好不好？改车不难。其实最难能可贵，给我打动心里最感动的是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哦，还有我们台湾人的团结的力量哦，真的很吓人，谢谢大家！没有想到今天会这么多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